件事，只因投入资金上济，阿无回来个资金，就要冻结。刚咪是我想想做呀，那总够是瑞芳。那姐，都让我对面做吧。你给我谈机会，这里翻译，大家有无？你确实是高才爷啊。我跟你是不是坏习惯？跟你什么关系？你有什么资格算吗？有证据啊！跟你某的团队，咱个阿爷，这才是上死人的关键。这里，你听好清楚。咱俩走，告别李志。李志，因为袂去相信别人，因为我都对别人相信。想靠想靠要洗钱，问我自己有迄本事无？我真正足后悔，我哪会跟你这个无担当、无担当的人做伙？杜瑞波，你到底是安怎逃避起来？狡兔也不过有三窟窿，我就把你的兔窝全部变出来。费翔夫人，你应该妥了，你得放下，让伊安心的去。